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各位带来一个《三国战记》的119啊，这里可能各位看着呢就能看出有点不一样，是吧？这局游戏呢是加了速的，是加了 1.5 倍的速度，也就是说呢，在原游戏的基础之上呢，把游戏速度提升到 1.5 倍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所有的这个人物，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啊，这个动作呢都会有所加速啊，加得非常的快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呢还是那种实际啊这个操作的状态之下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这种玩法的难度呢是很变态的。在之前呢，我已经给各位做过一期了啊，是吧？这一期呢是这个老板点播的啊，这个唐飞老板点播的这么一局啊，119，然后呢诸葛亮 1.5 倍加速的情况之下呢，全程进血通关啊，是吧？这个玩意儿的话呢，当时这个看过直播的应该懂，是吧？这整体的过程非常艰辛啊。第一局呢是啊，最远的一局是打到了曹操啊，打到曹操，前面呢适应了几局，最远一局打到曹操。最后跟曹操拼刺刀的时候呢小败啊，然后呢又有了这么一局。之后这地儿你可以看到，这孙膑一个斜穿过来给我一个挑，根本就没反应过来，因为确实是太快了，我还陶醉在把孙膑卡到板面无限万箭穿心这样的一个境地之中啊。刚才那个土雷呢是为了封位啊，这个能炸的最好，炸不到的话呢孙膑就后退了啊，证明呢这个是吧，他还能跟咱们在这个卡着的位置之上。然后呢我把土雷丢掉，这里呢道具呢都得提前丢，要不然到时候不好调。然后呢去上路呢捡了两个隐身衣啊，之后呢来到下边这个马王马王这里呢也是四个雷霆万击的套路。这个为什么只选诸葛亮呢？因为这种玩法之下呢，我这个发现了没有连招啊、有连招啊，但是你很难能打出来，是吧？甚至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张飞啊，四拆狂风式，然后撞狂风式，这套连招的话呢你都得练一练啊，因为这个速度加快了之后呢，整体的节奏全不一样了啊，全不一样了。然后这个地儿呢，我是当时是前面打的是太慢了，导致呢没有时间了啊，那这过了以后呢，这个雷就不一定能劈中了，现在就得看运气了。包括这个画招啊，这个招的话呢有时候都画不出来啊，因为呢这个你正常摇这个招呢得比这个平时要快一点啊，你摇慢了的话呢下上它没有。那这个雷的运气非常好啊，这个雷的运气呢简直好爆了。这位置呢我扔一个傀儡娃娃啊，然后呢撞一个大印，这个大印呢我后边留着招安撞跳走词，是吧？大印呢能增加招安撞的时间啊。这位置呢97夏侯，但是带着这个小兵导致第一个护水没有伤害，现在呢跳好黄石弓以防意外啊。哎，这里我一想就不用意外了，这里我灵机一动啊，我点小兵一下，然后有两气，我暴气护水必中，是吧？雷霆万击可能不中，但是暴气护水必中。这样的话呢两关啊是这个将近死了一条命，剩一点点血呀、啊。这位置必须往左走啊，不往左走的话呢没有这个兵舰，没有兵舰这游戏肯定是过不去，是吧？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大狗用雷劈死。咱们来看这个梦幽啊，这个梦幽笑得很快。我这位置呢准备是用这个袖剑啊，然后呢打这个 A。这里呢我撞一下，这实在是太快了。这个呢就是你正常玩就是这个速度啊，正常玩就是这个速度，然后呢你在这个速度之下做反应啊，所以说呢没有连招，是吧？我这里呢打的最多的就是三下 A66A 啊，其他的连招打不上。这个三下 A66A 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66A 接的很慢，是吧？不能像平时那么挥洒自如。 OK， 那这个梦幽呢我是采用这个15级袖剑的方案啊，前面打到这儿的时候呢没怎么摊分啊，导致呢没有15级，没有15级的梦幽这给我揍的，别提了啊。当时好多看直播的人都看着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时候可能好多人问说不对哟、啊，那我也没看直播，我也没看着，我哪知道那梦游给你揍那样，对吧？我想知道这个梦游给你揍那样，我得去打他，是不是？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啊。那么呢咱们借着这个傻狗给各位解答一下。这个傻狗还是傻，拖住半瓶之后呢两次这个三下 A 撞，然后呢防止招式累积，用兵舰收尾就完事了。那么你在哪懒呢，是吧？你得来这个西瓜视频或者抖音啊，这个抖音的话呢偶尔直播啊，然后呢西瓜视频呢是每天都直播。之后呢你想在电脑上看啊，你就可以百度一下西瓜视频的官网，然后呢你如果是想这个在手机上看，你就下载一个西瓜视频的 APP 啊，然后呢你搜索我发视频的这个 ID 或者房间号146啊，在每天晚上7:30左右一定是往左，是吧？你呢啊就能看到了我究竟是在哪啊跟这个梦游作战的。好，那么咱们这里呢继续来打这个第一傻狗啊，就是拖半瓶的套路啊，下一下用兵舰收四招一式。这里有一个招式累积，我在这儿呢就不给各位细讲了，是吧？因为呢各位可能看着这个速度的话呢本身就有点吃力啊，本身就有点吃力。 OK， 最后一个兵舰呢把这个傻狗捅死啊，搞定无杀傻狗。然后呢之所以往左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张辽啊。这个张辽呢如果不卡电书是真的是很难打，我之前打过，对吧？6个毒气筒加所有能量浇完啊，还得跟他肉搏两套才能打死。
所以说的话呢，直接扔一个这个电戳，自己呢损失大概四分之一血左右啊，这样的话呢一劳永逸拿下这个张辽。哦，我记得之前打过六个毒气筒，两把张灵剑啊，然后四个气斧都用了。这样的话呢导致什么呢？导致你打吕蒙的时候没有两把张灵剑啊，你道具不太够啊。因为打吕蒙呢，这个吕蒙本身是那种来回乱跑的类型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又提速了，你很难能抓到他。所以说的话呢，把张灵剑留给这个吕蒙啊，然后呢因为这个游戏速度变快了，所以说这个张灵剑呢本身我连点能点这个三十七八下，也呢只能点到二十八下了啊，这就是这个游戏加速是吧，游戏加速呢对应着你这个连点它也变慢了啊。然后咱们继续这个位置呢，我是打铁甲兵啊，一呢是把他杀死能拿一个飞铁，二呢是给他放倒，防止呢他在咱们张灵剑结束之后给咱一下子啊，这是这个打铁甲兵啊。然后咱们这里继续拿了一个飞碟，然后哎，这个 A 是有点运气成分，摸倒这个飞碟扔得很准，打一个撞，撞出了包子啊，然后呢再打个撞。这个绝障的药啊，没有这个绝障呢虚楚还不好打。这个人物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好通关呢，因为这个人物属于这个法师流，基本上呢每关都用道具砸啊，都用道具跟能量砸啊，从头砸到最后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看这个吕蒙踢过去根本都没反应过来是吧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之后呢，比那些武将对吧用这个电炮来抠打连招要容易得多，因为你电炮抠打连招呢你就得近身贴脸啊，那种情况之下呢你抓 boss 的破定是很难的啊。这一下反应很快啊，这一下我居然飞碟躲过了对面的电，还命中了这个飞碟啊。这个飞碟呢应该说是目前为止全场最亮的一个操作了啊。最后呢咱们来看这个位置呢，最后用袖剑闭眼睛扎，把这个吕蒙扎死也就完事了。那么呢咱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boss 吧。下一个 boss 呢沙漠科啊，沙漠科这里呢我是满气出门呢，直接爆气和呼风唤雨，然后呢这个脱屏打一个大狗加个气啊，这样的话呢脱屏还能保证沙漠科不笑，最后再呼一个大水沙漠科就走了啊。这里呢选择一个标准的四气打法，那你看是吧，这就一如我前面说的，就是就打魔法流啊，对吧，不跟你扯这个那个的啊。然后呢幻境里吕布我自然是不会破阵啊，因为幻境里吕布你一旦破阵你可能打不过他啊，你可能打不过他，因为在吕布那个幻境里呢打不了什么魔法流。这个位置呢我是上不去了啊，因为呢底下这个位置拉得太远了，所以说导致上不去了，那我只能交个 AB 啊。这个位置呢跳躲了一个笑，但是没躲过小兵的攻击是吧，最后呢继续跑位啊，这里呢 A 一下 A 一下跳躲躲个风赶紧跑，沙漠没打着我还挺得劲，最后莲花一丢，好有一个没中，这里给他 A 死，然后这位置不敢上啊，因为你如果往上一跳沙漠会砸你，结果呢这个 AB 躲天气还躲早了，这两下有点坑，然后呢以身一暴气打一个召唤状啊，这样召唤状的话呢可以看到跟这场游戏差不多了是吧，最后呢 BA 放倒跳以身一再打一套连招啊 OK。然后这个位置呢隐身衣消失了啊，也没掐好隐身衣的时间啊，甚至道具还调错了啊，慌乱之中还调错了这个莲花。最后呢继续隐身衣啊，然后暴击弹倒过来揍这个陆雪啊，打一套盾联，再打一套盾联还失误了啊。这个位置呢是打一个 AB 控一下，好现在呢做的呢就是等一会儿开个必杀，我怕这个护水给沙漠哥护死，护水的伤害呢对沙漠哥很高啊。这个位置呢打了一个必杀来，然后开 AB，我这儿呢宁可用 AB 给他堆死，我也不想让他打我啊，是吧，这没什么问题。之后换兵剑打输出啊，把小兵清掉，这个位置继续清兵，这一下跳躲再来 AB 躲一下，哎呦这下跑不开了。刚才那下呢因为我 A 完小兵之后对面笑了，我第一时间呢跳躲不过去了，所以说开了个 AB。 但是呢这个沙漠哥很机智，在我 AB 结束以后呢给了我一杵子，这里呢把沙漠哥拍倒，可以看到呢这关是双 boss 啊，跳得很艰难，正常的速度呢两个隐身衣手拿把掐是吧，但是呢这种情况之下呢两个隐身衣带一个召唤状啊，带能量都打得很艰难。前面呢被小兵打了两下来到了许褚啊，这里许褚呢我绝战以后呢没有第一时间调好这个莲花啊，这个许褚还一直走位你看是吧啊，好终于独中了，然后呢我莲花还没调好，先呼一个水控一下对面的节奏啊，这个小兵呢有点这个给我搅和的我有点受不了了是吧，咱们呢继续再来毒气，哎这个许褚就是不给位置，六个毒气都快扔完了，这里再呼水还不给位置，你看到我这里呢是想把许褚扔到一个卡的位置然后用莲花整死的、啊、结果呢他就不来很蛋疼，哎终于他来了，莲花一命中，莲花二命中，莲花三命中，漂亮，早给这个位置不早打完了吗对吧。这里这个莲花呢扔的也很有造纸是吧，这个毕竟是
速度加倍了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莲花能这么躲也是挺不容易的。这位置呢，开场两个莲花确保100%能清掉这个铁打兵。这个地儿呢，黄盖下来了，我赶紧的扔啊，这里再扔，你看是吧？这得打个提前量啊，这道烈火抽身就死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直接黄石弓一扔啊，可能这时候会想是吧？调什么黄石弓呢，对吧？后边魏延咋打呀？你现在黄石弓不扔，黄盖给你抽死了，那哪有什么魏延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魏延，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的事儿，你得扔啊。包括这个位置对吧？这一下呢？你不扔对吧，虽然说不一定会死啊，但是呢很危险，必杀是不稳的，你必杀扔之后呢劈不着落地就是死，黄石弓很稳。所以说呢这里迫于无奈呢扔了两个黄石弓，那后边再想别的办法补伤害吧。现在要做的呢就是黄盖过去过关奖命啊，这样你的游戏呢才能看到通关的希望对吧。那么咱们这里继续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黄盖的这个速度加快以后呢，我很难能抓到黄盖半瓶以后的跳啊，他有的时候呢半瓶以后直接出烈火，我抢不回去，所以说不敢跟他抢。这里呢只能够与黄盖出招，打一个这个半瓶二连啊，之后他跳过来，你看没抓到啊，这个速度快确实是挺难受的。然后呢接着来啊，好，你看这我烈火不敢跟他抢，怕他给我抢死。这里呢一寸长一寸强，再来个二连，继续等，哎又来了，一寸长或一寸强搞定，最后一刀。等他转一下，转一下兄弟，好，再见了，搞定了，这样起码是加命了是吧，加命了。咱们呢来看下一关啊，就有戏了啊，有戏了。 OK， 下一关直接切到这个铁马这儿啊，前面呢被小兵杵了一下子，铁马的话呢无限兵还行吧，因为马王的无限兵呢本身就比较简单，所以说呢咱们这里呢利用这个兵剑打马王的无限兵走啊，两个小兵尽量清一个，要不然的话呢你不太好兵啊，这东西确实是快啊，这玩意儿该说不说，这个项目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，这个一般的玩家可能还不太好适应，比较不得。这位置呢迫于无奈劈了个雷啊，然后呢继续再找这个那啥，哎呦这一下还躲开了这一鞭子，当时可能也是无意的，反正呢时刻得处于跑位状态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小兵打你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，所以说呢得带点预毒成分跑啊，闭眼睛撩，利用诸葛亮的移速，这一点呢也是别的角色比不了的是吧。别的角色呢本身他走的就不快啊，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招跑不过去，这也是诸葛亮的一大优势，跑啊。 OK， 咱们呢拿下了这个绿马之后，咱们呢准备这个往里啊走，往里走捡一个张角筋啊，捡一个张角筋，这样呢打司马懿呢多一份保障。 OK， 来到了魏延这位置呢，因为黄石弓数量少，所以说呢我先用呼风唤雨补一个伤害啊，等魏延唠嗑之后呢血掉了，呼风唤雨先补一下伤害，这补了一个黄石弓的伤害，你看是吧。然后呢电书啊，电书走一电两电，好，电完之后呢黄石弓俩啊，然后呢还不死，再补这啥的伤害，再补雷霆万钧的伤害，这里呢继续再来，好，闭眼睛雷霆万钧吧，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啊，毒镖啊，好吧，我感觉闭眼睛先来个雷霆万钧靠谱啊，这里呢是还是雷霆万钧了，终究是这么回事啊。OK， 我这里可能当时也想的是，如果雷霆万钧劈不着怎么办啊？但是呢魏延快跑。之后呢前面的小兵死了一命，我这里呢先把自己的这个毒气筒都丢掉，然后呢趁着没气的时候呢呼一个大水，先把伤害给它打出来，然后呢等一会儿动物书张角筋啊，动物书一丢张角筋一个二连，哎你看到是吧，这个玩意儿打司马懿还是不二的法宝啊，之后呢再来动物还有，所以张角筋呢被这个铁打阻止了有点坑啊，之后再来一个动物书没死，抱酒护水，别跟司马懿客气，不能给他机会，好搞定。那么呢只剩最后一战，好多人会觉得这个最后一战会很简单是吧，我当时第一次打的曹操我也这么觉得，当时第一次打的曹操也是这么多血也是这么多衣服，我觉得这不手拿把掐了吗是吧，但是实际上去打无限兵的效果打你就知道了，不是手拿把掐，很不得劲啊。所以说呢这个无限兵呢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了啊，再战曹操了。那么呢两个铁甲兵啊，这里呢这个无限兵、啊、你看到这个节奏啊很难把控啊，我只能说很难把控。然后呢前期呢我是没有选择这个直接丢隐身衣，我是在等这个对面啥，哎呦这一下不就不行了，这一刀太痛了，我在等对面的这个啥血量啊到这个一关血以下啊我再扔啊，结果呢迫于无奈早点丢吧。这里呢这个无限兵还是很稳啊，你看到是吧，是一线长一智，上一次怎么死的，这一次的话呢我把无限兵的节奏呢就给他搞不来，哎这下断了，但是不要紧啊，哎呦加血了，我们来看第二个隐身衣再戳，哎要手拿把掐了，哎呦坏了，第三个隐身衣得扔了，要到点了，最后一个小伙稳住架了，这时候一下直接哎呦喷火了，这时候得稳住架，来再来无限兵再走
再走，可以搞定了。最后一刻呢，无限兵算是稳住了，是吧？你也看到了，如果这个节奏掌握不好，无限兵稳不住，那么就彻底白扯。好吧，虽然说呢，在这个加速的情况之下呢，截取完了只有15分钟啊，但是这15分钟呢全是精华，是吧？这里呢感谢唐飞老板的这个支持啊，支持和点播啊，然后呢也是感谢各位遭了15分钟的罪一个观看。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先帮我来一个关注，是吧？然后呢给走一个三连，咱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，拜拜。